开始吗？抓起来，往上凹，然后隔一个，抓起来，往上凹，再隔一个，抓起来，往上凹，往上凹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就会有六个。接着从没有折的这一个开始，再包，再包，再包。第一层可以先不用管它漂不漂亮，你先照顺序把它折起来。好，全部都折过一轮了，你把它这样子包拢，往内，它就会变一个圆圆，然后再随便找，你看这是第二次的六个，然后你再从这边再折。好，第一次又折完了，然后再来就是你看两个花瓣中间的这个，再继续，就把我们前面不同方向的那两卷两张都折完了。好，全部折完之后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反折的那一张，你把它压平就好了，这个当做它那个莲花的叶子。就是把它压平就好了，撑开压平。然后再把它收拢一点，这样就好了。